场带来满满的祝福。我在这里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 Wedding Light 的婚礼企划 Susan， 也是今天在座每一位亲友的婚礼主持人。那相信呢，我们将现场每一位亲友不只带来祝福之外，此刻呢，在座每一位嘉宾一定都看得到，每一位嘉宾都将我们每一个宾客座位坐得圆圆满满，为今天的婚礼开启了一个美好的开始。所以此刻在这里呢，苏神先邀请现场的亲友，我们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在此呢，也感谢现场亲友今天的莅临，相信更满满的掌声。大姐，后来有些小花童以及
Thank you.